家啊，今天我还是在乡下头老古灯啊，有么个老古灯啊，我就说嘛，说老古灯啊，我家啊，哎，这里开了门啊，这里有没有在家？哎，您在家啊，奶奶，你好啊。我们是说那个以前的老时候的梨呀、啊、娃啊，过去那些灯油的灶、煤油的灶，我们都有的，您家里面有没有？我有呀，有这等你的灶，哪地方得了？有那些有个的灶。哦，以前老房子的时候就有，是吧？现在后边有个油热。哦，以前就有。那您现在家里面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啊？明年春节的时候就下了。明年春节可能明年不上不是吧？啊，可以，您我可以为了给您找一下，是您自己找出来。我可以给你找一下，好吧？在哪里啊？您带我去了。您带我去。感谢胡老师了。好好，我在这里啊，您给我拿出来。哎，老人家很有安全意识啊，我跟他进去，他都不同意，他说自己给我找出来。其实就是我们也本来就不适合到别人家去发东西。哦，是这里啊。哦，拿的很重啊，您的手机还是很大，就是这一对啊。行，我先看一下。哦，这个是青石的石驼的，这是一个壁虎啊，这一对是壁虎，就是虎啊，也有点像龙，有点像龙啊。它这个上面的骨钉都是有高度的，这个雕刻是挺好的，这是高浮雕啊，这是高浮雕雕刻的。这上面都是一颗一颗的，用那个镯子镯出来的。哦，它好看一下，它的深度都起码有两公分去了。它雕的高度，这个奶奶，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的？这个是什么时候的？钱就是有2000块钱的卖是吧？这是谁给您的？是您祖宗留下来的还是什么时候的，奶奶？老古董留下来的，好，我知道了啊，也是一样，这个一样的啊，这是一对，也称之为鱼放龙，还是称之为壁虎呢？只知道这个雕刻还是挺好的，这个形状也活龙活现啊，雕工它的是一对完整的，它的造型也是一样的啊。一个也12公分宽，它的发质数有8公分、7、8公分啊，这比厚实，至少也有8斤左右啊。这一对，一个的话就单个就有4斤左右了。这个应该放在茶室，还是以前用来干什么？还是那个地下面挖出来？还是这个以前古代的老房子下面的，还是那个文人书室写字用的垫木的呢？这个，奶奶你知道吧？老古董，古稀应该是个老古董原型的嘞。反正也只知道留下来给您是吧？我个人觉得这一对应该是个放在过去的话应该是放在那个陈谱上面放那个狮子的，现在的话呢就一般用来。放那个茶杯啊，在茶室里面摆茶杯，放陈谱那个我们的陈谱上面那个保佑的啊，做那个放那个狮子，放石狮子，可能那一对石狮子就没在了，就留下了这一对石鼓啊。刚才您也讲了，这里要2000块钱是吧？要2000块钱都卖得到，要2000块钱的卖，能不能少一点的呢？行了，那您都说了2000块钱，人家这么大岁数了，跟我找出来不容易。东西的话也大概，哪里都走个当个。对，东西也值这么多钱了，值的。哪里走个当？对，没有了，现在都拆房子，我们都拆房子了，都起新房子了，很少有老东西收了。没叠上也没有了，都丢掉了啊。您收一下钱啊。收一下钱啊。好，感谢您了啊，祝您长命百岁啊，花枝招展啊。谢谢了啊。那我走了啊。